最近大陸娛樂圈可謂殺氣騰騰，批評嘅批評，封殺嘅封殺，倒台嘅倒台。前幾日謝霆鋒率先宣布退出加拿大國籍宣言後，令好多外籍藝人人心惶惶。唔單止咁，如今整肅之火開始燒到代言人呢一塊。日前大陸藝人張國立夫婦捲進人命官司，讓梅露批代言冇底線，有代言殺手之稱嘅成龍恐難逃一劫。最近張國立多年前嘅一場代言風波被挖掘出嚟，陷入輿論風波當中。2009年，張國立代言咗一款保健品，聲稱呢款營養液富含18種微量元素，飲咗能直接被人體吸收，但好多消費者飲咗之後並冇任何效果。被欺騙嘅消費者請求將張國立告上法庭，而張國立嘅妻子鄧哲亦曾代理三鹿奶粉，不料三鹿奶粉其實係毒奶粉，導致飲用該奶粉嘅兒童出現嚴重健康問題，甚至仲鬧出人命。日前新华社重拳出击，狠批代言冇底线，并称明星代言唔能够变诈骗帮凶，事情闹大后一句道歉就够啦咩？有分析认为，央媒批代言冇底线，其实系开始吹风，被业界称为最衰代言人、代言谁谁死嘅代言杀手成龙，会唔会成为下一个被整对象？众所周知，凡系被成龙代言过嘅产品，例如小霸王学习机、爱多 VCD、霸王洗发水等等，都似被落咗魔咒一样，冇一个有好下场。甚至连成龙嘅亲生仔房祖名都难逃魔咒。当年成龙担任反毒大使，结果儿子房祖名同柯震东一起被查出服用毒品被捕。除此之外，成龙仲一直被各种丑闻缠身，其中包括三级片、私生女、车震门、诈捐门、激吻门、洗钱门、代言门、情史糜烂等等。除了私德极差，成龙仲因频频为中共站台备受舆论诟病。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成龙为首的一些香港艺人参暴力镇压民众的港警，向中共表忠。当时成龙接受央视的采访时，声称要做中共的护旗手。不过成龙乃共，似乎亦未获得主子的欢心。2020年8月底，陆媒报道话，成龙的两套北京豪宅被强制查封后，正在司法拍卖。当时网友就嘲讽成龙已成中共的弃子。如今央媒狠批代言冇底线，整肃之火会不会好快烧到最衰代言人成龙身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日前谢霆锋在大陆节目访问时透露自己已申请退加拿大籍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就在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之际，人称肥妈的女星玛利亚大方厥词，称想学谢霆锋放弃自己的葡萄牙国籍，还表示中国籍有保障。肥妈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讲起大陆封存的限籍令，她直言如果真的要去大陆工作，取消外国国籍是正确的。肥妈表示，除非你说我真的不喜欢赚这嚿钱，不喜欢在这里住，你在这里住当然就是持中国籍，中国籍有保障、有保险、有劳保、有福利，住哪个国家就拿那个国家的福利。现年67岁的肥妈是中葡混血儿，在澳门出世，爸爸是葡萄牙人，9岁随家人移民香港，由于她在电视剧中饰演过菲佣，而因此常被误会为菲律宾人。1989年，肥妈与包括成龙、谭咏麟等一众艺人到跑马地马场参与民主歌声献中华，为支持北京八九民运而举办的筹款活动。2019年7月，肥妈和陈百祥等艺人出席撑警活动时，曾一度激喊落泪，被认为是蓝丝艺人。她曾为港府宣传粤港澳大湾区，近年亦有到内地发展。另据台湾传媒苹果新闻网报道，有资深内地节目台籍经理人承认，各大节目组有收过限籍令名单，被传系当局要对非中国籍当红艺人进行查税。文革 2.0 和新公私合营的言论甚嚣尘上，源于中共在党庆后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整肃行动，令各行业、资本市场和企业都胆战心惊。习近平当局采取了罕见的大动作，名义上是要严打金融系统违法活动，实际上已经暗藏杀机。习近平当局日前提出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些成为官媒和自媒体的热词，再加上之前针对多个行业的整肃，以及多位富有的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被外界造成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如果話文革 2.0， 咁就要先搞清楚咩係文革。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農工業生產大躍進運動同人民公社嘅挫敗，造成咗三年大饑荒中數千萬人死亡。作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嘅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同時，毛澤東搞個人崇拜之後，不斷提防周恩來、林彪、劉少奇等人。而毛澤東發現難以控制嗰陣，成個系統有啲失靈，於是發動文化大革命。一般認為，文革始於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516通知，毛澤東以反蘇修、反美帝為口號，以革命名義攻擊走資派，嘗試重回權力核心，發動基層群眾衝擊黨政機關，打倒一些反對派的人士，從而加強自己的掌控力。這個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而習近平不存在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只能夠說習近平是向左轉，但是看不出任何文革的跡象。原因在於，一是十年的集權過程，現在沒有人同派系可以直接挑戰習近平的權威；二是習近平沒有能力和理論基礎去發動基層群眾去攻擊中共的黨政機關，亦沒有必要破壞現有的這個可以保證他掌控權力的系統。是這樣，習近平是不是要消滅私營經濟？公私合營令人心有餘悸，在於幾十年前中共的那次運動對企業家傷害極大，消滅了財產私有制度和有資產的階級。在階級鬥爭中，高收入者和富人往往成為遭受不公平待遇和社會歧視的受害者。例如史料記載，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上海的一些資本家紛紛跳樓自殺，平均每日的自殺人數都是10人以上。實際上，這幾個月的整肅運動中，習近平瞄準的是資本背後的政治對手，目的是清洗政治對手的同時，要控制相關的資產和資金。所以，習近平並不敢消滅私營經濟，這會令他在中共二十大連任的計劃成為泡影。9月6日，劉鶴在講話中表示，必須大力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強調了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劉鶴講話發表冇耐，《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好快在微博上轉發了這條新聞，並且在轉發時還加上了「權威宣示」四個字。這個才是當局的意圖，在各個領域加強控制，而不是摧毀和打破現有的系統，自斷經脈。移民潮引發不少港人提前提取強積金。根據積金局最新一期強積金計劃統計摘要，2021年第二季共有8000宗因永久離開香港而申請提取強積金的個案，較去年同期上升 33%， 涉及金額高達 20.95 億元，比去年同期升 1.1 倍，是過去5個季度的新高。此外，提早退休的個案有6600宗，較去年同期增 24.5%， 金額達 12.17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 57.4%。不過，這8000宗永久離港個案未包括持 BNO 簽證去英國的港人。今年1月31日，英國政府開始接受港人的 BNO 簽證申請，隨即中國外交部宣布不再承認 BNO 護照為合法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港府亦跟隨北京做法， BNO 不能夠在香港作為任何形式的身份證明。3月積金局發聲明指， BNO 非有效證明，不能夠用來作為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的證件。英國每日電訊報日前報導稱，持 BNO 簽證移英的香港人遭到來自中國的政治干預，無法提早提取強積金。不過有律師指，當港人成為英國公民後，就可以返港全數提取強積金。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近日撰文，稱如果民主黨強行阻止成員參選或觸犯港版國安法，就會是萬劫不復、死路一條。有評論認為，強行威迫民主黨參選立法會，反映中共重顧及國際顏面，不想在中美關係上自設障礙。今年年底香港將舉行立法會選舉，盧文端在文章中說，愛國者治港的確為泛民人士預留了參政空間，但不理民主黨參選與否，都一定會有其他泛民人士參選，極可能還有民主黨的人以民主黨成員身份參加，或退黨以其他身份參加。他還強調，民主黨如果求生則需要參加選舉。此前港府對民主派人士進行大清算，幾位民主黨成員被送入監獄，包括胡志偉、何俊仁、林卓廷等。盧文端稱這些人為求死派，批評民主黨陷於今日的困境，他們應承擔責任。盧文端還宣稱，如果民主黨強行阻止成員參選，等同對新選舉制度的挑戰和破壞，
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咁就會真係萬劫不復，死路一條啦。民主黨主席羅建熙則表示，已知悉羅文端嘅意見，民主黨將於9月26日舉行會員大會，決定會否參選12月立法會選舉。民主黨會按照自己想法及原則理念去決定。看中國特約評論人唐新元表示，國安法後，中共將香港民主派連根拔起，核心成員一係坐監，一係流亡。同時，多個民主派組織都在壓力下解散，香港幾十年間建立的公民社會被共產黨傾刻摧毀，逃不瓦解。在民主堡壘被夷為平地之後，共產黨要在香港重新組建黨領導下的泛民人士。唐新元又指，從羅文端言論可見北京仲顧及其國際顏面，即使是假泛民真花瓶都要擺在立法會入面，顯示俾西方國家睇，新選舉制度可包容不同政治光譜。否則，北京完全可以按照新疆模式治理香港，亦反映出香港對北京仲有利用價值。中共想拖延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死亡嘅步伐。佢認為香港嘅民主係中共同美國談判嘅重要籌碼，因為香港建基於自由社會嘅資本市場，無論對中共或華爾街都十分重要。如果中共鑑山將香港變成新疆，無疑喺修好中美關係呢一條路上設置障礙。加入荣誉会员，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守护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